包包长什么样子。因为 有去过一次，包包就特别爱跑过来看。包包超可爱的，最肥肥的，然后就是最脸最扁扁的。他最黏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吗？一直跑过来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是不黏我啦。哦，我去的时候，他是一直想要跑过来，尝试要看我们这样。我玩舔贴一下，我去巧克白家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哪只猫，我在墙壁后面，就是用一半的脸看我。好可怕哦，真的渴望力量吗？找一下，现在没画面是在等那个转圈圈转好。对，现在好像那个，还是如果真的到九点都不行的话，就 happy 收了。可以先放个 BGM。BGN 阿神那边有后续吗？我看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妈你看应该还没看到。没有，不会看到了。没关系，迟早会看到。不会看到了。阿九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亚斯丹丹，超怕死的。对，今天影院没开，影院的粉的干爹妈们就跑出来了。有。天晚上团团就突然被揪录影了。嗯。哦，我等一下要一口气开四个小时啊！我要跑《王国之心》的结局哦哦。嗯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们要先想备案吗？我到了，贝阿米狗备案。嗯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玩另一个东西耶，就那个啊，我们可以玩猜东西的、啊，四个人应该比较好猜一点，可以多猜几个，就那个啊，表格然后猜东西啊，啊，用 Excel 表格然后各出一个题目给对方猜那个东西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类似问海龟汤那种感觉，嘿嘿嘿嘿嘿，哎呦出来了哎，他不给我们玩，他不给我玩，太好了，我最不会玩，太好了。真的，我刚才在想，我好想说，我脑子好痛。我看阿米狗啊，赖德。阿米狗，不知道这是哪一只啊？他从那边看我。有了，有了。哇，这次广告还有音乐？为什么这次广告有音乐了？应该更新完了，刚刚在跟、那個。所以他刚刚在更新啦。好。哦，好嗨，好嗨。嗨到爆！他不要给我有版权哦，我会疯掉。嗨到爆炸！啊！要二十五秒啊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应该还好啦。声音好大声哦！关掉那灯灯。噔噔。好了。OK。耶！耶！来了。下面一位。要得罪谁啦？哦哦，他是谁啊？是吗？哎、嘿，哦哦，如此的犹豫不决。这看起来像是个女生，沙男不一定哦。还是其实还是烤鸡？哈？还真的是烤鸡哦，爱吃哦哦，女生在吃东西吗？不是就同一个吧？还真的，还能说出来？我忍不住说出来了，我忍不住说出来了，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呢？忍不住啊，因为太震惊了。
等一下，这个我有一个画过，另外一个不知道怎么画，我也只能选这个。那怎么画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啊。五个字哎。醉人了。不是，是六个字。它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哎，长这样子吗？哎，五个字的，刚好五个字。哦。等一下，另外一个长什么样子？太远的嘴太扁了。虾米？两个人？那你？我说这个吗？没有吧？两个人的，好像一个比较瘦瘦的，一个比较大只。嗯。啊？还有火。放火，还有水。哎，繁星猜对嘞、欸！有哎、欸，你其实这两个人画很像哎、欸，真的？对，我已经开始在乱塞东西在这些里面了。你们无视掉中间那一锅、啊，看左边右边的人、啊啊。那个啊，那个啦，那两个，那个就怎么玩 game 哦？哦，对啦，对啦，我刚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可可酒精了。对啦，玩 game 啦，对啦，玩 game 啦，玩 game 啦，哎呦喂呀、啊，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其实画的蛮像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又要得罪人啦，各位。这是什么？拜托不要干爆我，我求你们。好想干爆了。上一次。已经够害怕了。还有谁金发？黄色头发的还有谁啊？黄色头发，我谁啊？我在笑。我好像知道是谁了。他先猜到救命。哎呀，不要说他失踪人口，他最近有出影片好吗？我觉得你今天的抽运很神哦。我都抽到这个。啊，宝贝球吗？啊？怎么又是？哎、欸，节奏版，你笑太久，你干嘛？而且那个笑，一个感觉是在笑前面，一个在笑后面。这什么话啦？还有什么特别的？你可以先提示几个字。啊，嗨，哦，三个字。这要怎么画啦？分开字画。哎呦，擦掉了。范围哦 ，YT 的人。对 ，YT， 对 YT。BT 是谁？BT channel。BTuber。啊？哇！赞，这个拇指。赞哦！还翘小腿。赞哦！哇塞！你为什么猜对了？没有，我知道想三个字的人而已。哦、他现在最近有那个小，对，最近有这个。不是、啊，最近有这个，最近有这个，最近有这个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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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字打错了，你字也太错了吧，你的字错到第一个字，你太菜了吧，第一个字真的很菜，我打错字了，干嘛？又是二选一，选一个。
卷过的。我刚刚 在想要换哪一个版本。有个小小的我知道吗，啾啾鞋嘛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啦？真的，这个会被急耶，急爆！我怎么选这个主题？可是他最近变好像变瘦哎。哈？巧克力吗？哎、欸，他的版本是这一种的、啊。最近变瘦。对了，从来没有画过他，这辈子也没想过会画到他。白痴哦！耶、yeah, ，我懂。谁啊？谁啊？什么特征啊？你哎，哈、欸、记，你前几次录影还有提到他的经典名言呢、欸。太神啦！不是啊，不是太神，没有啦。不是啊，很像啦。最后你想不到，我再提示你。你完蛋！有了有了有了，特征出来了。爱女巫，女巫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哈记啊啊 ，no！ 我刚才打软蛋，软蛋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不要换人了。啊，画人，好了，还是好了，好了，画画画画画画。不要猜那个会得罪了。啊！我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！三个字。平头的。该不会是现实存在的？我要猜吧。本名吗？平头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摸了，捂住嘴巴，画了画画就知道了。摸谁？这可能还蛮明显的，我唐小七，只是他应该不是黑发，他不是黑发，我以为他是黑发，这个一定是稀有奇怪宝贝，真的胡子是本体耶，哇，他就整全身都白发了，我以为那是嘴巴， oh. 你知道吗？哇，好难选哦，这都很想选，我该不该选花生呢？哎呦，要画猫了吗？为什么？他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选项？对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啦？你要知道题目是我这边出的。我刚本来要选华山的。我有这个啦。哦，这个另一个错过，另一个小强，这个是阿吉。这个我怎么那个？啊、哦！我要画一个完全不同的、跟他不同的角色出来啊！哇，捏脚了，捏脚了，捏脚了。嗯，那是他第三条腿吗？第三条腿好猛哦！不见了，被淹了。哦，尾巴是不是？嗯，尾巴长在前面。哈，不要长在前面了。那你啊，可是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。没关系啊，你就换你的啊。对啊，你换你的。虽然你我们就截图下来、啊、不到一半的时间了。对啊。啊、重点是他前面这里有一个这样子。他前面那里有一个什么？啊？啊！这看起来很像某一个幼幼台的紫色恐龙、欸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这个哎、欸，对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忘记了，忘记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，所以只能从那个方向去想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就在画那个紫色恐龙，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哦、我也不知道那只龙叫什么，我只觉得它长得很可怕。邦尼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邦尼。哦，真的是邦尼哦。最近在跟小孩看。恐龙是母的。谁一直贴广告？我只是他是取音译。
音译是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个实况也叫邦尼啊。啊，那个哦，好、啊，没有，他现在一阵沉默。然后我去关麦。哎，木瓜、啊、，YT 那边一直有那个贴广告的啦，你帮我登个三十分钟、啊哦。你还在思考怎么画它是不是？登个十分钟那些啦，不然一直跳。木瓜有没有听到？做事哦。要选另外一个的，后悔了。哎，他是啊，不对，我已经在看了别人猜看太久。他说你请问你还醒着吗？啊？女生？啊？不点了。哎，我有给 hint 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哎，来不及了。四个字，没关系啦。四个字。嗯，我会猜到四，我会猜到四，因为我选过。但我沒有，为什么看到这会想到我啦，哈基？啊啊啊啊！特征，我也太懂了啦。